李雪琴，这样请你再锁我。我不会选你了，我就走。好，没问题，可以吗？那我补偿你了吧，我真的很想选大哥。一心缘是不错，还不如都选他呢。对，还不如选大哥就有点怪怪的。其实应该选大哥的。对，但是不是你让你有情感和向来所愿打专一。这只能四个都选你，不然我中途把大哥选了，失去了综艺效果。那也是。哦，你这个好可爱啊！让别人觉得你对海绵宝宝、小汉堡。你咋就这么干净呢？那我最后一个到我这剩啥了？我也想啊，我。啊！能不能来点团队荣誉感啊？白吗？白吗？啊，白的很，都不出油，全是王鹤棣搞的。好了，精彩了啊！哇，好刺激啊！妈呀！你好，星期六精彩看不够。